你们都是原住人吗？有其他地方来的？台州、台北，有台北来的，特地来玩。是哦。好。有多少人听过九二九这个团？都听过。好，我接下来唱这首歌，也是我今天有带专辑来卖，对。然后我的带法很奇怪，就是从第一张作品九二九的渺小，然后一直到最新的作品，总共七张，然后就是各带一张来。所以有被买掉的就大家就买不到，但是今天就是这些 CD 呢全部都会你们购买的钱就是都捐给这个主办单位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很酷，谢谢他们，也希望你们多多支持这个活动，好吗？那接下来就可能叫做缓缓降落。
渐渐消失。